却只要一分钟，不管你躲在草丛，藏在家中，依旧让你先行走。打却反转就是英雄，开枪却不能乱手，打并肩一声绝响，无比潇洒，可怎么一个敌人都没中。我是谁？Is my veil. 选择来回家风，谁是谁的对手？掉头来的那说，准备一日刺绣。握紧战斗的手，住在这场传说。人称爱惜是我最孤傲的射手。跨步一个应急敞口，冷却只要一分钟，不管你躲在草丛，藏在家中，依旧让你先行走。打却反转就是英雄，开枪却不能乱手，打并肩一声绝响，无比潇洒，可怎么一个敌人都没中。我是手Hello，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 GPO， 我是主播陈毛，我是赛评差五。Hey， Garena， 我一回来台湾 ，Garena 就用五场比赛热烈欢迎我啊，那差五就跟着我一起拼着五场嘛，一起大家一起度。没有啊，再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五点开赛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大家如果有收看这一季的 GPO 的话，从开赛到现在，应该有发现到 For Louis 来自越南的这一支队伍呢，因为网络连线的状况，所以从两周来啊，两三周来，其实一直有断掉，没有办法打比赛，所以欠了很多比赛的状况下，我们这周三天都会以加赛一场的方式来处理。NFL 的欠赛、啊、那所以从今天开始、今明后三天呢，每天都是晚上五点整开播 GPO， 一共五小时的 GPO， 欢呼吧！那么呢，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赛事精彩剪辑。能够去交换的几率还是比较大一点。哦，这边 QTV 要抓西亚，但是这边被球女转了一下，反而是来一个二打三。但死之前交闪现，再套这个盾，哇，这个点蓝竟然没有点死对方，反而露露这边交闪现之后是被对方一阵围攻，但不过、还没有死哦。为什么？因为他的队员全部都来了。那这样子 C 攻小丑队在这一波会准备巴龙。哦 ，CTV 这边被绑到之后。现在看到 ISG 见缝插针，但是问题是这个伤害好像落差有一点点大，虽然开到，但是阿奇的这个威力实在太过于威猛了。
他这个就是快乐的，一直收，一直收，被动，一直开，一直开。现在夸抓 kill， 交换已经把他的点燃交掉了。不过在这边要进来带副中路吗？这个地方直接变形，所以他 Q 完一定会中哦。这边有机会直接带掉对方，用 W 技能，哇，交了闪现过来。哇，这个很漂亮，这个被纳伊鲁斯勾到的瞬间，直接交闪现啊，拉开哦，我拉开大绝直接逃跑。对。那这边是怕说后面还有人，哇！我这边想勾尬 JJ， 但问题是他是有盾的。那里五色大绝命中尬 JJ， 这时候阿伟也冲了过去，五九大虾盖下去 ，Wins 也来赶到了。尬 JJ 血量很少，这边帮忙套一个盾之后来回旋镖来回还是勾死了瑟雷西，但是这边露西恩也把尬 JJ 给收掉了，怎么样？对，就算我是不是选了，哇，这个勾。其实也差不多哦，下面没勾到，这个时候直接闪现把露西恩踢了回来，缓速之后鲁鲁交闪现，那这样的话先点了这个灯笼往后拉掉，再被射野系往后勾，但是 Wins 这边被套大绝之后，先把露西恩给击杀，在 Q1 Q2 冲过去，沃拉尔这边应该是走不掉了，哦、把头还是留给了鲁鲁。先把塔点掉之后，还是一样继续做兵营的压制。这个勾勾到了 Chuck， 所有人冲进去，大绝炸了回来。秋雨这边马上把露露给击杀。这个炸闪的这个功力是非不是盖的，而且再放一个大绝之后，可以看到说由秋雨抓到 Double Kill， 吉因科斯的大绝也炸到了一。马尼亚猎鹰队这边是完全就不抵抗，只好节节的往后拉哦。你看现在中部的小兵团闪现勾又勾到了凯特琳，所有人冲过去再把凯特琳炸进来，想要交闪现也跑不掉，因为刚好是被弄在这个陷阱上面。那这样凯特琳死亡的状况底下，这场比赛可能就会在这边结束。好，看到的是上个礼拜五的精彩片段，看起来我觉得那个我回来之后有稍微做一下功课，然后加上刚才的精彩片段，你会发现说新加坡先锋好像稍微有比较上轨道一点的感觉。当然，比起之前，因为他这一季是老牌，对，因为他这一季换人之后，其实我觉得在一开始的前面两周的赛事里面打起来有点迷魂哦，但是从刚刚那个精彩剪辑看起来是应该有回魂的感觉，所以我们来看看说今天的比赛表现究竟会如何。那么在今天晚上第一场为大家带来的加赛场次是新加坡先锋对上 For Louis，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组分组 A、B 两组的战绩表呢，然后再来开始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有今天晚上的赛程。那么战绩表的部分，在 A 组可以看到。AHQ 是四战四胜，四胜零败，战绩依旧长红啊，这支队伍。然后再来是 TPS 三胜一败，看起来也是有恢复一点状态，不过在面临考验之前其实一切都不好说。另外跟 TPS 平战机的有西贡小小队，以及后面落后的三队是 ISG 曼谷巨人队以及 IPT。 接着我们来看 B 组部分的战机吧。 B 组来说的话，比较受人注目的队伍前三支队伍刚好在前三名， TPA 新加坡先锋跟西贡星期五分别是三胜两胜三胜这样子的一个战绩。后面落后的队伍有包括本季调整状态中的友谊闪电狼，然后以及两支目前还没有取胜的队伍是 For Louis 以及马尼亚猎鹰。就是 AB 组的目前战绩。接着我们来看今晚的对战组合，包括第一场的部分是新加坡先锋对上 For Louis， 马上要为各位带来一场比赛，希望连线状态顺利，比赛可以进行。接着我们来看后续的四场比赛，在 Game Two 的部分，晚上六点整的 Game Two 由 AHQ 对上西贡小丑队。哎呀，这一场有看头啊，两支队伍目前在 A 组战绩都靠前。目前来说，其实我们 GPL 现在看到最稳定应该就是 HQ 了，因为其实很多队伍在做一些调动，那相对上还在适应。那现在最稳定的、最比较没有什么失误，那战术打起来配合度也很高，就是 HQ。没错。再来看到七点整的 Game 队的部分 ，ISG 对上曼谷巨人队，两队的战绩都是比较靠后的，然后目前都在求胜状态。那新队伍 ISG 本季新加入的 ISG 对上曼谷巨人队，应该比较有机会可以求下一胜，但是曼谷巨人队也不会轻易放他们过，对不对？两支队伍。在七点整的 Game 3也要来决一胜负。接下来看到八点整 Game 4的部分 ，Game 4的部分是由 TPA 对上新加坡先锋，这个可以说是已经缠斗好几年，虽然人都换了，有没有？第一年的新加坡先锋对第一年的 TPA 是一个很精彩的赛事，到现在第三年人全部不一样了，依旧是台北安嘉星对上新加坡先锋，依旧是大家注目的一场赛事。最后看到九点整的 Game 5的部分是马里亚猎鹰要来对上 For Louis， 那么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祈求比赛可以顺利进行。就从 GPL 联赛一开始的时候，其实 TPA 跟 SGS 常常就是在争夺前三啊、前二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算是友谊上的死对头，该这样说吗？就是已经真的是打了非常久了，就是。写作朋友，念作强敌的一个对象。好，那么呢，以上是今天晚上的对战赛程，总共有五场。哎呀呀呀呀！
好，那么呢，因为比赛伺服器今天的比赛伺服器正在更新哦。那下午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现在听到说比赛的设备啊、还要稍微微调一下下，所以我们要再进一下广告，真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在这边跟大家致歉。那我们广告之后，比赛马上回来。全球唯一官方授权展，即日起 iPhone 预售优惠限量抢购中，英雄们一起看展去吧。We'll be right back.
发售。
Welcome to day 289 of the Top Fails. This one once again brought to you by Learn the League. If you're looking to get better at League of Legends, I highly suggest checking out the Learn the League ebook. A link for this will be at the top of the description page. Starting off at number 3 with the blue team Zed and Rammus in this one, going for the kill on the purple team Zac. Zac will be able to get over the wall with the slingshot just as Zed deathmarks Zed, though jumping back over with the shadow as Zac continues to run away. Zed will be able to catch up to Zac and use the blade of the Rune King to slow him down as he flashes the wall. Zed will continue to chase as Zac is going to run right towards his turret into an enemy Rammus. Rammus failing to land any of his abilities but instead take a massive amount of turret damage as Zac is knocked into a cell division. Both Rammus and Zed will scurry to try to finish him off, but just as they're about to do so, he will come up and then get a Zillion ult. Zillion then will place a bomb on Zed just as he takes a tower shot that will shut him down. Now chasing down Rammus, he will be able to get a bomb on him as well, wiping out both of them for the double kill while saving his friendly. Coming up at number 2, we have the purple team Riven going to help out our friendly Yasuo as he is in trouble. Jinx trying to finish him off with the zap. It will be blocked by the wind wall. Jinx then getting past the wall is going to go for the ultimate finisher, but just as Riven jumps the wall with the broken wing, she will be finished off by the super mega death rocket, allowing Jinx the point blank kill. The top fill of day 289 is going to belong to the purple team in this one, up big and going for the win, trapping out the enemy Soraka with the Cataclysm. They will be able to finish her off and then move towards the Nexus turrets. After the first turret falls, they then will focus their attention towards the enemy Renekton and then finish him off as well, wiping out 4 members of the enemy team and leaving Jinx alive. The purple team will be able to take the second Nexus turret, but instead of ending the game, they will ignore the Nexus completely, opting to try to go for the kill on Katarina as she spawns as the Thresh Hook goes out. Just as she does so, the enemy Jinx, though,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ap and will be able to end the game for her team as the blue team take the unexpected win.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watching day 289 of the Top Fails. If you missed the last one, an annotation for that will be on the screen. Remember, if you have any fails yourself that you'd like to be featured on future episodes, make sure to go over to my website, jumpintopack.com, hit submit a replay on the homepage, fill out the form, and submit again, and you're good to go. Thank you guys once again for watching. Have a good rest of the week, and I will talk to you guys tomorrow.好，欢迎回来啊！刚才有选手一直在更新比赛伺服器啊，那我们现在终于搞定了呢，马上比赛就要来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再次提醒大家，就是 Forlus 欠的比赛之一啊 ，Number One 啊，有总共有三场欠赛。好，那这第一场的部分是 Forlus 要来打新加坡先锋，双方的选手可以在画面上看到。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就还是新加坡先锋对这个阵容到底调整的怎么样啊？调整。那这边这个选手的这个 Benpick 有一点点问题，那大家稍微等一下，他歪掉了，没关系，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好好好好好，上来上来。上來
OK OK， 好，那Ben角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奈德利，再来是牙素，还有雷尼克顿，就是新加坡先锋的Ben的阵容。我操，选的好快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波路易斯这里是卡拉丁、潘森跟古拉格斯，那当然这些角色就是都是流行、强势以及对方爱用的角色。我选的好快，新加坡先锋完全来不及讲。新加坡先锋选了一个瑟雷西、加文以及吉金克斯，还有哇辛吉德的一个阵容。最后的希格斯没有什么问题啊，希格斯是现在最流行的中路角色之一啊。那我觉得整个阵容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加文跟辛吉德的这两个角色其实比较少被选到。加文当然是最近越来越少见了，当然也是手太短了啊，他功能还是在。如果你戳得到人啊，他很强，但是重点是现在比较难戳到人，他手现在比较短，所以就是比较少见。那现在辛吉德呢，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有点少见的一个，应该说我们 GPL 是比较少见的。那也许韩国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比赛会出现，那这边真的比较少见，就是因为，第一个他前期对线真的是比赛来说，他对线其实有点问题，就是他对线没有龙女鳄鱼这么强。那再来就是他会战中是非常容易被封针的，那很多人是非常不爱用。但是如果你出辛吉德，你要打一个保后排的阵容的话，辛吉德保后排能力非常强，就是不管你遇到伊维利亚还是贾克斯什么牛鬼蛇神，你只要贴到后排，辛吉德就是有办法把 AD 给保住。那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选 Ben Pick 速度这么快，因为这是上一次因为不断的断线而被没收了那场比赛的 Ben Pick， 所以是他们没有在思考的，就是按照上一场的 Ben Pick 这样子做下去，就是手上有一张纸，就是请按照这个你们上次做的 Ben Pick 按照顺序再做一次，所以这东西其实是赌，是照稿念的，就是延续上一次没打完的那一场。我想说怎么会不用想呢？我看过最快的 Ben Pick， 超级快啊！这样想起来。好，那么双方完成这个阵容之后，马上就要来开始比赛哦。我其实是非常好奇说这场比赛实际上进行起来是怎么样，因为4Lewis 比较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说他们选择了卡玛中路，那事实上这在现在的选角上面来讲并不流行的一个选法。这个有可能是这个选手本身呢，就是很会玩卡玛，那或者是对这个卡玛非常的爱用，那也是有可能。当然，卡玛这个英雄其实他只要出来，他的那个会战价值就很高。只是说他其实没有装备也很强，所以大家都觉得打辅助就好。就你去中路，然后他很肥，给他很多装备，那跟辅助没装备的卡玛好像也没有说差很多。实际上差异有，当然有差异，伤害上有差，但是他的真正的伤害技能，就是他的直观的伤害技能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角色他四招都是输出，你给他 AP 装备跌下去，他就有四倍的伤害力嘛，对不对？但如果他只有两招是输，我讲奈德利就好，奈德利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他只有 Q 有伤害，大致上如果你不变爆上一波的话，你只有 Q 有伤害，那你给你很多装备，你也是只有一发招是有攻击力。这个就拿极端一点的例子来比喻好了，比如说你放塔里克去中路，然后你把对面杀爆，你是一个超肥的塔里克，那其实还是没用，搞不好就那样子，对，就那样子，就是晕，然后爆，就这样子。会战还是不会有用。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还有就包括说是牛在下路辅助希维尔这个 NFL 的选角，那牛这个角色就基本上来说就是要灌一波，那他一波没有灌到，其实他就在对线的时候是不利，因为他没有手的长度。他就是只能选择打一波爆发，而且他承受伤害能力其实也是还好。牛其实比想象中的软很多，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不太常接触牛的角色，就是他开大当然很硬，他没开大的时候是普通而已，就是一个。他只有大绝的时候很硬，对，就是一个还好。所以你在对线的时候，如果你一级被点掉太多血，你如果二级可能你被迫要回血的话，那你的那个接招就要到三级才接招，然后其实你也只有接招的一波伤害，万一你的 AD 这一波的位置不好没有跟到的话，其实你整个对线是很难对。我个人是觉得，因为辅助现在就是这一季的一些变动，其实你可以选择比如说牛，如果说你觉得牛对线很差，刚好比如说对面有什么瑟雷西什么打牛很难打，那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去克服，比如说你带多兰顿，然后你配回血的符文天赋等等，其实不一定要带共同天赋点吧。对对。那选手也是选择，你可以带防御天赋，那你线上抗压性会比较强。现在好像大家都是多兰顿起手啊，多到不在最新版就还好了，最新版多兰顿有稍微削弱一下，就是比较合理一点，因为上个礼拜刚好我去大陆播比赛，然后去中国那边播比赛，然后他们就是全部都还在多兰顿那个版本，所以你会看到出场就咚咚咚各种多兰顿，就是那个场景是现在已经不会这么的制式化。那你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克服，就尽量不要被对方在线上欺负的太惨。因为牛现在是非常流行啊，其实你会慢慢你会发现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定越来越多，因为他会战的那个价值很高，但他会战真的很强。就如果说你要选那种自保能力很强的 AD Carry， 比如说
也没有到很强，比如说凯特琳跟伊泽瑞尔这种自保能力比较强。可是如果你要出凯特琳跟伊泽瑞尔，你前期会战好像很吃装，没有什么伤害。那所以现在大家都玩露西恩跟Jinx， 伤害比较高的。可是如果你玩 Jinx 的话 ，Jinx 的自保能力又还好，那如果你出了一只牛，就问题全部解决，就不会很怕那些前排的威胁跟冲击。就至少会战的时候，它保护性很强。可是其实这是一个两难哦，就是说在选角阵容搭配上会是一个两难。两难的点在于说，如果你牛这样选的时候，你的不可能团队的时候不可能依赖牛去做，譬如说开战，因为牛有的人会选择用牛开战，那你常常会让辅助，譬如说牛闪现上去，然后 Q 起来就一个开战嘛，或者是 WQ 就是一个开战。可是如果你要肩负保护金克斯的时候，你在开战的那个时间点，你瞬间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就是说我这样开完之后，我要等一轮 CD 我才有办法回头你的 AD 就会暴露，对，那技能没了，你的 AD 就会整个暴露出来，所以这会形成一个两难，或者说你的队友其他阵容你搭配别的开战技能，让你的队伍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可以选择这个点上面牛的位置时机刚刚好，我非开不可。那另外一个有控制技能，比如说可能打野或上路有一些控制技能，可能就像星际的，他就要回身出。帮忙保护后排，这个就是看选手当下的临场反应。对，然后临场的队伍上的沟通跟判断，比如说我去开，但是你要帮我保住 AD， 不然你就会看到会战打完以后 AD 说辅助都不保啊，这怎么打之类，就是会有这种状况，这都是沟通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我觉得有趣啦，因为事实上在对线的时候，他一波伤害能力非常强，因为他 WQ 接起来，那西伟的标是百分之百命中啊，基本上不会有 miss， 他站再远都可以，因为那标的距离很远的，所以。他是可以很轻易的达到命中哦。好，我这边看到是选手他们好像又有一点点符文 bug， 所以要重开一局跟。nice， 但是没关系，Ban Pick 就很快嘛，很快就会结束。Nice，I love you, for Luis, I love you。好嘞，啊，非常这个非常折磨解说两人组的一个队伍，那做得太好了。那我在看 For Luis 的整体阵容来说，我会觉得说他们刚才这个阵容可能会有中后期伤害不足的一个问题，就是伤害往下掉。因为希维尔也不是一个以重伤害为著称的一支 AD 啊。希维尔应该是范围伤害是有，可是单体的话就还好。慢慢，它是线性的伤害，就是要慢慢打上去，就是随着时间，它每一分每秒一直打。但是它不是那种一波型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有几支，像你刚才提到非常流行，现在流行的露西恩跟金克斯，他们都是能够打出爆发伤害的。就是即使它是 AD 本来伤害普攻当然是线性的，但是 AD 角色里面像露西恩是可以很快把它爆发打完，就是它一个那个十字的那个心，然后再加上它普攻的被动两下，然后再加上他的 Q 再被动两下，其实他是有一个爆发伤害的一个角色。现在流行的 AD 其实都有爆发伤害，就是大家爱用的。那当然说有选手你拿手，比如说法洛斯、凯特琳，那你要玩，就是你战术上说，哎，我们家 AD 会玩法洛斯啊，或者是我们家 AD 凯特琳很强，那你要出也是 OK。但是这两只英雄他就是比较吃装，那你前期会战就我觉得你就是在讲闪电狼。喂，欧洲也会很多选手爱玩凯特琳，所以这个还是要看选手啦。这个本来就是两面的，就每日角色的特性不同。那其实你刚才提到，我觉得法洛斯现在还是比较不利的一个角色啦，就是说你同样没有机动性，同样只能用双腿来处理走位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位移技能的角色。吉金克斯明显是比较有优势，吉金克斯感觉就是比较好，对，就比较有优势。控场技能我们永远都可以从别的角色来，其实是有，其实吉金克斯跟法洛斯是有一点点像，可是吉金克斯的那个切换形态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取代。那吉金克斯会放夹子吗？那就好像法洛斯丢那个缓的那个地子一样的，类似的东西。要我们来看一下各路对线的选手跟角色。上路的 Ben W 辛吉德，等一下 Miu 的 Miu 好可爱，猫咪吗？Miu 的希瓦纳，好，辛吉德的希瓦纳。其实这个版本的辛吉德已经不像前几个版本那么强势了，就包括天赋的乐福，他本身角色没什么动到，但是天赋的那个坚韧啊，也就是回血的那个能力被拔了一些起来，所以辛吉德的鲁乔的能力是有比较下降的。这是上路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位置，当然从野区来看是 Dan 对上 SOFM 两个的加温四世对上伊利斯，伊利斯明显是比较流行的角色，加温四世还是像 Harris 老师刚才讲到的一样，就是有戳中就很行啊，戳不中的话呢，嘿，就一个尴尬，只是很难戳中啊，很难戳中，现在真的很难戳，现在就是你旗子丢在人家头上，然后你 EQ 过去他已经走掉了，尤其对面是有牛的，你这个很难处理啊，空中击坠。最近有越来越多职业选手在比赛中表演各种空中击坠。我们来看下一个位置，在中路的上面的话是刚才有特别关注的乔威对上 Starfall 的西格斯对卡玛。
哇，这个看起来的话，希格斯早就说他，除非说你压线上操作真的差很多，不然希格斯前期其实他就是一直弄，他就是一定可以弄。可是弄到后面感觉希格斯会好一点，他比较持壮，整体伤害上来讲一定是比较优的。再来看到 AD Carry。凯恩利斯的吉金克斯对上对面的是希维尔，然后最后是辅助的位置，哈雷路亚辅助表现相当不错，神奇对上牛。好，这比赛是不是开始？刚开始这场比赛，双方的 Level One 到底会怎么样来做呢？上次这场比赛其实打了一下下，但是没有打出结果，就是 FB 什么的通通没有、所以这次重新开始。那野区入侵呢，就如同另外一位赛品讲过的，就是说野区入侵通常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套，不然大家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起手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开局。觉得大家都不想一开始都把经济送掉，那一送掉雪球就出来了。好，那现在尤其入侵的时候很容易烧 spell 啊， spell 万一烧输对方，就是你烧比较多，譬如说你的闪现多交了，那你多交的那一路，多交闪现的那一路，等一下很可能会被 gank 死，就被 jungle 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关注。所以这个 level one 的对打，现在比较一般来说，在比赛里面很少 level one 真的要打起来，大家试探一下是有的。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这个起手出装几乎是一样啊，因为现在毕竟流行的就是这样子的出装是比较强。那像刚刚长毛老师也讲到这个。现在其实辅助大家也是带多兰顿起手，其实偶尔有时候会看到，比如说古币或者是古盾，然后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牛带的是这个多兰顿嘛，双方都是多兰顿哦。等一下应该还是会补古币，因为古币的加速升级上去以后的加速能力，大家每个辅助都想要，所以通常后面还是会补古币。基本上现在以三个辅助道具来说，效果最好的目前来说就是古币了。设计上面来讲还是稍微不够平衡，希格斯跟卡玛互相的 poke， 希格斯的炸弹没有一发命中，但是卡玛的 Q 倒是 Q 到了一下，好像双方都是一个正常的开局。依旧选择开蓝起手的加温试试。那以上路这边来说的话，星际德因为他已经带了传送，所以少一个点蓝做一个对线的唤醒的伤害的话，基本上星际德在上路应该是会选择主要是龙为主嘛，就是你是前期其实传送可以是乱用的，因为前期你还没有六级，你的那个机动性还没有起来，所以前期你不可能说你四级就飞去中下路做 gank， 你跑不动嘛，你没有技能，所以基本上星际德在六级以前那个传送是可以乱用，我可以随便换血。他当时应该是没有想过要引线的，就是我有吃到兵就 OK 了，吃到兵就好。那如果真的吃不到，传送再回来再继续吃。往前压没办法，牛只有一等，哇，拖到夹子上面，当场逼出闪现，好惨啊！希维尔开局急闪现。那中路看起来的话，好像希格斯换血，刚刚换速了两波。好，这边是一个强二。哦，原来是我刚才看到那个另外一个画面，现在才开局闪现，哦，预测未来太厉害了。长毛老师预知未来、啊，老师太会预知了吧？太会预知了吧？啊，我刚才是一个神预言啊，神预言，抱歉，小弟刚刚沉默了一下，因为你刚才画面上你画面上还没有嘛，但是我画面上已经预测到了，这个 OK 的，啊，预知能力是、啊、那是一个强二，哇、這個、哇，但是牛上了二级以后，立刻用闪现 Q 以后再把它顶回来，这时候也逼出了海路亚的闪现，要逼进去吗？蜘蛛选择交闪以后扑。这要站起来吗？被刷，但是没有刷进塔。希维尔的 Q 回旋镖来回两下，刚好击杀掉车雷西。问题是呢，这里新加坡先锋的 Jungle 加文也刚好赶到，结果相对的把蜘蛛给收掉了，这样子是延长了加文的双 buff 的时间。哇，再杀一个牛，转。等于是一换二啊，等于其实刚刚关键是这个吉金克斯的夹子有让蜘蛛踩到，蜘蛛踩到夹子了，那蜘蛛就会踩到夹子就跟不上，所以只能说我一定要交闪现去杀。那闪现一交出去，然后面到这个加文的 anti ganky， 然后就走不掉。那我觉得刚好就是在 gank 上面来讲，新加坡先锋的 jungle 刚好支援到位哦，那时间点是恰到好处，他再晚来个三秒，人家就跑光。哎，这当然是他，因为双方都是从上面开始吃嘛，所以那 jungle 的往下的时候刚好大家就相撞。没错。那这个算是说，其实我觉得说起来的话 ，Boris 的这一个游泳圈没有去炸到卡玛的话，已经扫掉一个技能的状况下，跟卡玛兑换不会比较有利的。Chloe 已经干磨了。那我刚才要讲说 ，Boris 这边稍微有点不小心，因为他事实上是有利用视频的眼睛看到星际德一开始在帮吃蓝，所以他知道对方其实也是上面开始吃，到的速度应该要到了，稍微打得太深入了一点。是打得很深入。我刚刚其实如果有思考说嘉文在后面的话，其实可以考虑放弃。那波也许放弃就好了，因为你把射雷系的技能其实比较好。好，牛再度一个 WQ 上前下灯笼，现在才到，时间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波的配合。因为蜘蛛这个英雄，他比较难去这个穿越这个地形嘛，不像嘉文可以从这个堡墙自由穿越，所以他其实 gank 的方向是稍微会比较少，除非说对面的位置很非常适合你，从背后可以直接跳到他脸上。蜘蛛被侦测到，哎呀，互相看到了。其实嘉文刚才不要被看到的话，是有 counter gank 的机会，我觉得他走的比较外面。你不觉得吗？就他刚才其实他先看到对方蜘蛛要倒走，他其实有机会可以做 counter gank， 就是有点可惜。而且他有双 buff。这样子的话，嘉文看起来过得非常的舒服啊，因为两个头都是在嘉文的脸上，脸上，嘉文脸上顶着两颗头啊，范例嘛，非常的肥、啊。那嘉文这样子，因为他的双 buff 得到了延长啊，我觉得这一小段延长到了双 buff 的时间，没有进一步的翻冲，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觉得中路那个 counter gank fail 掉很可惜，因为他一定赢啊，他有双 buff， 他必赢，就是双方打起来他是必定获胜的那一方，那。没有能够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是比较可惜的，在一个勾牛闪开了，没有被勾到。其实牛不怕他勾啊，牛是不怕，可是现在双方的 jungle 是已经来到了下路了，都接近下路。这边打起来的话呢，嘉文这边就是 SGS 也比较大的哦。嘉文现在很人龙给进来，先刷一个牛，可是就被牛 Q 起来哦，就稍微有一点分分。然后嘉文被顶进去以后，是稍微血量上面比较偏低的哦，再被来回刷两下射雷器，哇，嘉文是因为有了希格斯加辛吉德支援，所以果断的往回头 Q 过去，这一发 Q 起来之后呢，加上辛吉德传送，加上希格斯的大绝支援，是打出了一波刷三杀。哦，当然不是同一个人三杀，但是他这样子打出三个击杀，新加坡先锋极端的有利。我想 Fluis 在展开战斗之前，没有把对方的传送支援算进去。然后自信的也是刚好六级啊，其实他没有六级的话也是不能传送，这个当然就是没有想的不够多啊，应该多哇，走进来要看的时候又被拖到地雷上面，然后再被希格斯用游泳圈炸弹断住后路。哦，这发 EQ 是稍微有一点失误了，但没有关系，把头上的吉克斯更好。刚刚那边其实 OK， 这样的话就是成功的阻止这个小龙，因为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复活很快嘛，所以你如果那个当下没有办法吃掉的话，赶快就是回家撤退比较好。Hey， 其实说起来呢，一个头换就是把自己的头送去换到对方没有吃到龙呢，也算是好像有点划算的拖延啊。因为一个头才三百块，一个头才三百加助攻也才四百五，那龙就不值了。那同时也是有点拖到辛吉德的时间啊。可是辛吉德可以看到他飞下来，然后回去上路，他的 CS 好像也没有落后的太多啊，大概就一个 wave 而已，一波大概一波，一个 wave。一个 wave，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现在又追回来了。阁下是学跳舞的，一个 wave， 一个 wave， 一个 wave。辛吉德是跳舞的。好，因为留下了一根红，这个红眼没有被看见，哇，赚了，赚了，那红眼没有被拆掉就叫赚了。这个太赚了，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都很喜欢插在那个河道有一个一格的那个草丛上面，是比较难被发现的。对，有最高纪录看过那一根眼睛插二三十分钟都没有人经过的。这个物超所值，最大化利用那个价值。辛吉德越塔，龙女这里应该是他只有一把弯刀，可能没有办法制裁他。这中路这边看起来是要发生了一个会战啊！真是两边都在猜眼，两边都在猜眼。卡玛被炸偏了一点，嘉文选择 EQ 之后硬盖卡玛，卡玛非常无助的在这圈圈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因为被嘉文圈住的关系，没有办法躲过希格斯大绝炸弹，就这样被杀掉了。下路部分蜘蛛的 gank 没有想到没有奏效，还被哈利路亚闪现上前刷回来之后，再加上吉克斯往前打勾，这一下被希威尔用魔法盾给打。哇，这样子下来的话，等于这个小龙还是始终还是掉了。那我觉得。卡玛应该是里面最惊慌失措的，他可能想说我有眼睛，应该是不会发生什么。两边插眼，没有想到就是你刚才提过的jungle过强的问题，就是嘉文是选择 EQ 过强之后硬盖，这等于是利用了他的死角。卡玛可能也是觉得说我交闪现要制裁他了吗？要制裁他了吗？现在是有希望的吗？没有希望，因为他的弯刀已经砍过了，弯刀砍过了之后被辛吉德这样猛毒，他后面不敢追。其实我可以看到这边辛吉德出的是一个这个时光杖下面的组件啊，这个东西我都叫它便当盒，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像。那以上个版本来说，有那个坚韧还是很强的时候，我辛吉德就一定会出这个东西，因为你升级的时候，如果刚好你是残血，然后你坚韧的天赋配合便当的回血的话，那回血真的是非常的快。嗯，尤其在前期对线的时候，升级其实是很一直在升级，前面几等升级很快。在对线的时候，一到五等这样升上去的时候，可以提供大量的回血。那如果又配合大绝的回血的话，那个回血量是非常的可观。没错。
不过因为刚才这一波终究还是要把辛吉德打到 recall， 所以 Fluis 的上路是至少有一个推一下塔的机会，不过只是小推一阵而已。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嘉文低电这边是先选择了，其实他的经济是可以先出一个打野道具的，可是他选择了武术鞋，没错。那也就是说，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说呢，我现在加我玩加文的话手比较短啊，我要戳人是比较难戳中的，所以我的跑速相对就很重要，所以我并没有急着出装备，我先把武术鞋给做上去，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等于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一定要这样做啊，不然你真的很难去戳到人。没错，假如部分蜘蛛在埋伏，蜘蛛在埋伏，不过看新加坡先锋会不会上当呢？看起来有一点机会。就毕竟哈利路亚是一个比较积极型的选手，肯定还是会找寻缝隙。我们就要看说夏洛演技到底如何。嘉文在这里埋伏，前线被拖起来，被盖，当场被击杀，太惨烈了。卡玛中路已经崩溃，这个一定是有相对的去记对手的这个闪现。WQ 没有后续的 CC， 是由蜘蛛闪现以后硬绑，但是哈利路亚架起了大绝。这样追击会变得极端的困难，而且因为牛开了大绝的关系，蜘蛛就成为了首要攻击目标。掉下来以后，哈利路亚会不会追上去呢？在他身上上了一个点燃，吉尼克斯两个，哇，两个火箭普攻 ，double kill 之后获得加速，再往前拖出来一点，拖出来一点，牛已经没有大绝了，可是 Cryonix 扛得住吗？看起来扛不太住哦。哈利路亚也退了，这里没有办法形成三杀，但是 double kill 二打三 ，double kill 已经非常赚。刚刚很可惜，如果是这个瑟雷西坦的话，其实也许可以再进去再杀掉。对，那就是一开始一上来就是 Cryonix 在坦，就不要抖。那中路因为卡玛被住得非常的针对的情况下，所以呢，希格斯是赶快把中塔给压掉。没办法，他中路是算是崩线的，他已经零三就算是崩线了。那头通通都在嘉文身上，其实我想，现在基本上被嘉文戳到大概就是死了，因为乔伟这边都没有拿到头，但他有六个助攻的，其实经济也不能算坏。卡玛来到上路，企图做一个 gank， 可是你的牵线真的绑得住辛吉德吗？开启大绝有机会绑住了，有机会，这样血量确实非常的残。辛吉德选择把龙女摔出塔外，卡玛要追击，这可以吗？这可以吗？被缓速了，火球没有吐到，嘉文赶到了，瑟雷西也来了，拉了一个灯笼以后把辛吉德救了出来，完了又是一个 double kill， 弗鲁伊斯被 double 了。哇 ，SGS 真的太赚了！各路遇到 gank， 每次嘉文都在，然后每次都被 counter gank， 有点惨，有点惨，真的有点惨，这真的有点惨，已经13-1了，我想也不是有点惨，是非常惨。这边12分是来到了大概8000块左右的经济差距，哇，这个一场悲剧啊！其实波路易斯打的也算是蛮积极的，可是从第一个 gank 到现在来说呢？直不断反复的被低电的嘉文就是反打反打反打，然后再来就是中路刚刚被抓了两次，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影响，因为中路其实只要肥的话，优势就会往上角路扩大。哎呦，这个弹跳炸弹没有弹到，可是伤害太重啦，爆裂了，他上吊然后死在空中啊。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观厕所啊，就是当我们优势很大的时候，兵线就压在你塔内，然后就关你厕所，你出来稍微到暗处，我就直接戳你，然后把你击杀。EQ 再度戳到硬盖，西格是有大招吗？啊，不需要大招，天哪，在他背后放一个地雷，然后直接普攻再加 Q 把炸死。好，这个地方呢，因为龙鱼到了中路的关系，所以辛吉德在上路得到了非常充裕的时间做推塔。哦，缓速以后再加上摇摇手榴弹。牛一口气被打过半血，只能撤退了吗？还要再上来吗？环速没有中，然后 Nix 该往后拉了，因为看到希维尔，可是暗处有他的队友哈雷路亚，暗处出钩没有中。感觉 NFL 现在有一点点自乱了阵脚，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处理，因为经济上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我闪现上面去 Q 一个，然后 W 回来，结果当场就是被闪现走，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击杀。之后，卡洛尼斯非常努力的想要反打，光盾也架完了，血量还是被耗到底。辛吉德传送进来，因为前方有很多蓝帮小兵的关系，辛吉德传送进来，然后 Starfall 应该是再会了。Starfall 再见了之外呢，牛被弹跳炸弹的第三下给弹到，哎呦喂！完了，这一波能不能直捣兵营塔呢？有一点机会，有点机会啊！因为我的速度有点快啦，其实，但是我怀疑复活之后挡不挡得住。闪现上前的一勾没有能够抓到，阿玛这里跑速用了自己的技能增加跑速之后非常的快。哇，这样子的话，准备要拿小龙吗？小龙大概在15秒就要重生了，应该是转头拿龙。时间计算是掌握在新加坡先锋手上。
错啊，新加坡先锋，我觉得这个jungle应该说海路亚在辅助位置上面表现十分的出色，然后新的jungle也在各个时机点的掌握上面来讲，有一些像他果断 EQ 盖大硬打卡玛那些时机点的判断上面，我觉得也毫不逊色于以前的哈利路亚，甚至说比以前哈利路亚表现更好也不为过。所以我想他们两个人都算是找到了非常好的位置。视野上的掌握也是 SGS 做的比较好，可以看到七个师啊，还有这个敌点都是有戴眼镜的。那可以看到地图上的话，其实满满的这个蓝色的眼镜。缓速跟钩子的双面夹击，牛被刷了回来，这是没有大绝的位置吗？天哪，他顶出去以后。这个很奇怪的连段，他往前顶，然后被牛往后刷，哎呦喂啊，等一下，然后这里吉克斯用火箭去把龙女击杀掉以后，卡玛也遭到了屠杀，21-2的一场大屠杀。刚牛那个地方真的很有趣，他往前顶被辛夷德往后摔，所以他人跑了超级无敌的远，然后就死了，这活生生一场悲剧啊。这个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希望新加坡先锋接下来的行动会更加积极一点，因为事实上他们优势已经是无比巨大，15,000块钱在16分钟的地方是绝对难以挽回的巨大差距，所以新加坡先锋事实上只要稳推掉上二塔之后，装备补起来进攻高地塔或是进攻巴龙，全部都是非常轻松的。其实如果说把这个排除经济上的差距，然后这场的这个战况来说，其实照理说组合来讲的话 ，NFL 的组合其实是很漂亮的。你如果说辛吉德后期稍微有点肥，然后配合加文这样冲进来，其实你一个牛等于可以把这两个人完全都挡住。这整个照理来说，就前期雪球这样滚起来很可惜哦，因为你的组合其实是很漂亮的。不过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卡玛的功能性跟防护性比他的攻击力远比他攻击性来的强。那卡玛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搭配上他的希维尔并不是爆发伤害型，你会想说会战就算是平局。其实前面我刚才一开始喜欢讲，就可能但是平局输出上面看起来是有点不够的哦。希克斯的火力如此之强，金克斯也是属于高火力的类型，所以这两只角色就是你看到两边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说弗洛伊斯的火力是不太够。那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卡玛的装备是非常落后，现在是一件装都还没有做出来哦，感觉是要先上一个大圣杯。那相对来说，希克斯是一个法帽加一个大圣杯。整个就是落后一件半的装备啊！这现在 B 八龙先把 Four Luis 的眼睛泡完，新加坡先锋慢慢的耗。卡玛选择 Q 八龙一下，让八龙去打新加坡先锋，但是有辛吉德上来扛的新加坡先锋其实一点都不在意。两下以后确定对方没有视野，反身冲出去想要来抓抓看 EQ 硬盖的加文，大炸弹没有炸到什么人，只是削到一个角色的边边而已。然后呢？现在是这一波，其实新加坡先锋开的并不好，技能也有一点浪费。但是经济的差距如此之巨大，就算扛着对方全体的火力，再加上弗洛伊斯的火力并不够，嘉文没有扛完，嘉文死掉了。可是牺牲一个人，已经换了4颗头，第5颗头，吉克斯往前直追，缓速被卡玛侧面行走给躲过，可是还是把卡玛给杀掉了。最后只留下了 Stafford 的希维尔慢慢的 recall。希维尔一个人也没办法挡住这一波，希维尔的刷兵的速度，清兵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那这波应该是没有办法挡住啊！如果硬要守的话，像这个 SGS 压这么前面，会直接被翻回去啊！而且来不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守护家园，他钱不够，这才18分钟，其实有嗜血加攻速鞋加一个四稿，已经算是经济相当不错。你不能要求他要有守护家园。那另外一点，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以前。因为刚刚我看了一下，蜘蛛跟嘉文是差1级，那这个会在结束输了之后才会差到2级、嗯。那如果以前来说的话，其实你这个稍微现场一被雪球，你就看到 jungle 等级就输很多，你会看到很早你就看到哦，嘉文6级，蜘蛛4级，怎么早期就差了2级，差这么多？那因为这版本就是说经济。经验上的一个系统的调动，就是说你等级比较低的那一方呢，你升级速度会比较快。对，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是等级上的落后，其实不会像以前这么的夸张。所以现在的版本，其实你逆风场，如果说你很明白知道该干嘛，那失误都有抓到的话，其实要把东西打回来是有可能的。那相对来说，你顺风，像我们 SGS 这场就是一个顺风场。那顺风的话，你就要懂得如何要一直压制，不要让对方有逆风打回来的机会。你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改动确实会让现在等级差距缩比较小。你想想看，全队输1至2级的时候，不管是技能威力，哇，不管是技能威力，这边打巴龙，不好意思哦，打断一下自己，因为这边在打巴龙的关系，是选择轮流坦，但是只有4个人真正的坦克。希德是选择在下路单推，龙女过来看，希克斯给他一个地雷阵，给他一个 Q， 给他一个大绝，蜘蛛跟龙女都掉到了1/3血。以下天啊，蜘蛛徘徊，甚至被希克斯偷丢一个弹跳炸弹给炸死。
OK，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因为上路兵线是需要整理的、哦，所以这一波呢，应该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推塔。中路没有兵营，没有兵营的话，新加坡先锋要怎么选呢？现在也只能整理一下兵线，然后准备做下一波的进攻。上路希克斯应该也是没有回家的必要性，不过他好感觉还是会去补装备的，真的会。本来金克斯要去带动下路兵线，但是想一想，发现下半边自己视野不够，离对方家又近，决定放弃。开始往上路去，可能是要直接截断上路的兵线，然后帮助自己这一方推得更快一点。你看新加坡先锋的视野，就是因为刚才打巴龙关系，整个偏上半部，所以他在上路带线是相对非常安全。这个时候的 SOP 呢，就是我们放一个有传送或者是支援能力很强的英雄在那个兵营爆掉的那一路，像辛夷德现在在做的，那这样就可以让对方非常的忙啊，因为你兵营已经爆掉了，那超级小兵一直涌进去，那对手就会手忙脚乱，就会需要花人力去守这个兵营。那辛夷德等一下再转上路，那这场就是可以轻松的拿下接下来的胜利。辛夷德在中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机会被杀死，加上现在超级小兵的强度非常的夸张。就是要完全的挡住中路，可能要花一到两个人以上。没有超级的感觉，卡玛被缓到，被勾，被盖，卡玛应该是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么虽然牛开了大绝在前面坦的没两下，也是选择闪现来脱离了。本来龙女是想要上前去把嘉文给收掉，但是特雷西把人给勾走之后呢，嘉文 EQ 反而没中。这牛就决定放他走了，因为对于新加坡先锋来说，赶快攻略上塔，然后把对方一口气爆光。决定直攻主堡双塔，变 W 上前硬坦主堡双塔。但是其他部分超级小兵已经压到主堡双塔，没有什么问题，扛完了主堡双塔，拆掉直攻主堡，牛大概是不会出来。其实来尝试一个镭射牛也是不错的。好，有了，有机会，有。好，差一点点啊，时间不太够，时间不太够，就差了这个。好，非常好的。哎，刚才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有人离 game？ 刚才是不是有人在、就是、提早离开了游戏？提早离开了比赛房。那这是要罚 ban 的啊！我觉得交给大会大家要小心一点、啊。大家不是因为还是要帮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很多选手在，因为你一个礼拜如果打两场比赛，但是你的练习的场次也许是十场，那每一场十场的练习比赛都是一定结束之前要跳 game 的。就是他其实因为不要留记录，所以大家都要跳。习惯了，不小心的。所以这个 auto 加 F 4嘛，就是有很多选手就啊输了就 auto 加 F 4 这个是我问过非常多选手，他们都说这个其实很难啊，要一直提醒自己，不然很容易就 auto 加 F 4了。对，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即使如此，即使我帮他们解释一下，就情有可原。但是大会规定就是要罚 ban。我律师今天好像还有一场比赛，应该他们晚点还有一场，应该会被当场罚变的。啊，那这场比赛是由新加坡先锋取得了胜利。其实从头到尾，我觉得比赛前半部奠定这个胜机都是嘉文的 counter 做的 ，counter gank 做的。那我们另外也可以看到，你放一个没有位移技的卡玛在中路，那你没有闪现的情况就是会这样子，真的会被煮得非常的惨。那当然，希克斯其实也不能算是有位移技啊，但是至少他被 gank， 比如说遇到嘉文关你的时候，你其实还有一点抵抗能力，有那个小水球。而且就是勉强有个机会，说还能不能逃逃看技能没在 CD 的话，卡玛被关就是这上个盾，看能不能撑到那个墙壁打开，看能不能硬熬。哎、欸，后面这个你们是在玩黑牛就对，虽然我觉得他姿势很帅，但是、哦、这个观众朋友是看不到的这个哦，这个好，这个那么好，那么呢在这个地方就恭喜新加坡先锋拿下今晚上第一场比赛，我们也。结束了这一节的比赛，接下来就要进行下面还有四场。哎呀，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 ，GPO 精彩比赛马上回来。